呢個呢個呢個，全部唔要，其他同我要曬佢。好夠咯，啲芝士味，但係唔會話好濃咁樣咯，同埋唔會話太甜啊。嗯，呢個係，但係點咧？好味，你甜唔甜噶？呢家甜品店是巴塞隆拿的老字号，1906年已经开业，除了它的历史背景够劲之外，随时都有意外惊喜的作品出现。嗱，是不是看不出这些是蛋糕来呢？汉堡包蛋糕，你见过没啊？好得意啊，嬲！這個肯定是結婚蛋糕來的啦。其實呢，我經常都會有個疑問，這些蛋糕吃不吃得的呢，究竟？